这个吗？啊！绝了！哇，队长！我上一场说这个被你提前说了，不好笑，真的不好笑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你啷个是那个？你啷个是哪个呀？啊，真的，真的是那个。耶！好听。好听。我很想让徐志胜哥来跟我们 Meet One 上台，他特别适合。对，然后我可以给他看看，就是他可能他见过张的最大的伪装。No. 我说一个，你先一个。五六七。啊，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那么努力。是谁站错了？谁错了？哦。有颜有料有才华，好乐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。我们都还记得之前的我们的暗线任务吗？记得，记得。好的，开机了吗？好的，我们全场安静一下，我们开始了。安静。Oh my god！ 我们刚刚是 high five 哦，拍、okay. 到了吧？不算不算，拍到了吧？不算，还没开始。还没开始，他们说开始了，说开机了。好的，我们开始了，我们现在是真的开始。好。如果说你做完了，开始。OK， 一句话，请介绍一下新专辑。我们一起一句话吧。蹦吧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好听。金正，一起来。来，一起来听我们的新专辑，一起来听我们的新专辑。飞的时候，这样飞有飞起来，是不是？我们有飞起来，对对对。
这是我们全员第一次吊威亚。吊威亚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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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真的吗？对，我这边。这个团魂的语言是什么？打战的语言。打林木。打林木。真的不好笑。哎，这个才是团魂。好笑呀！当一个人讲一个很不好笑的笑话的时候，我们一起会说真的不好笑。胜利一局。啊，也是。是的，没错。那你最期待的评价是什么？好听，好听，帅，欢，帅，张，张，看，都仔，没错，再见，没错。等一下，张亮看着小友摘戒指，哎呀，真太美了！哎呀，最近新的养生方式是什么？最近新的养生方式就是和小九打游戏，让我整个人就是放松，变得身心愉悦。你给处理花瓶有进展吗？还没有。上吧上吧上吧上，我的脑里有，准备好了。嗯，游泳啊，一姐我游泳啊，谁贵呀？啊，不会，我不会，是吗？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，你画的游泳。那一姐吧。哇！最近有干什么新手这个事情吗？Thank you。真的Thank you你们。那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只有25个字母吗？哎，只有25个字母。啊，25个字母？对。不知道啊，因为 Q 被拴住了。真的不好笑，真的不好笑，真的不好笑。那我可以教你一个，可以学一下吗？还有一个，白小白叫小白是小白兔。哦，小白啊，对，小白家小白小白兔，你能你能，小白家小白是小白兔，美丽妙手真的不好笑，不好意思。对呀，你说什么？我有一个缺点。缺点什么？你要说你有一个缺点啊？我有一个，我有一个缺点。对，看着缺点你啊，这个吗？啊，缺点。缺点。什么意思？你说。OK。你不管，你说我有一个缺点。我有一个缺，我有一个缺点。对，就是缺点你。就是缺点你。我有一个缺点，就是缺点你。OK， 好，我们下一个题。真的吗？没事，就这样。然后最近发了很多自作曲，可以讲一下自作曲的编舞思路吗？还有啊，唱唱。嗯，可以先唱一句吗？来，先唱一下，唱你的唱。哎啊，害羞，害羞。你最近变得很快乐和放松，你是怎么走出这个压力的？放松。嗯，我们在一起。哦，我们在吃饭。对，嗯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吃饭很开心。很开心，吃的。OK， 好，来下一个米卡。米卡呀，米卡。Room tour， 对，我还没有，因为我的房间很 dirty 现在，就是每天有一点就是很乱，是吗？所以我不想还，马上我会，啊，等到明天，等到明天吗？下一次说，我现在还是很乱，嗯，还下一次。参加那个超感新电音发生了什么让你害羞的事情？歌手 singer 米卡，哦耶，歌手米卡，不是，我觉得，因为我的中文不是最好的，所以每次不是 stop， 所以每次，所以每次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一直很害羞。哦，认识啊，耳朵红了，他们好，是所有人，
谁和你说话最多？最多是刘雨昕。哦，刘雨昕最多。哦。是。哦，在想。但是我每天还是跟他们一起讨论的时候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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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但是你先想一下，再说，你别说错了。不是那个你怎么了？那个你啷个冷个那个呀？你啷个冷个那个呀？对，我今天刚学的，我感觉今天李默教我的那个重庆话特别的有意思。哦，是这个吗？是是的。前段时间在西双版纳拍戏，用三个词形容一下感受。词。你说三次不够。很精彩。为什么？三个很精彩。漂亮，超级精彩。好家的，场地好，场地好，环境好，就是场里面特别的好，这喜期待嘛。第三个，有大惊喜。大惊喜有。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负一场，去吗？去吗？最爱你的地方，战马，战马，战战战战战，战胜野地的路，战胜云朵。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。传下去 ，Into 万世小学生，实锤。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负一场，去吗？背小书包吗？这个小书包是我最近逛街发现的，就是发现它是一个儿童书包。我说，那对啊，我得说，为什么一个大孩子就不能背小孩子书包？我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。没有人说你大，没有人说你大，你就是小孩子。吃着菜刀逛，你的结束。脑子够用。谁是你的劲敌？谁是我的劲敌啊？Everybody 都是我的劲敌。好会啊。OK， 好，我们下一个博远。嘿，咱们来。你今天的微博里面晒过贵州的枫糖，有没有给大家吃？哦，那个李子。对。那天就柯宇在家园，我在。你吃了吗？我吃了，我没到。我反正我洗了一碗放在那里。我吃了吗？真是。哦，我吃了。昨天早上我看阿姨有一盘那个，对，放那个。好吃。啊，那次吃。今天早上也有。我吃了。口感的味道。你不在。我在。我在。你在拍吗？我闻出来口感带来的爱的味道。真的吗？嗯。男朋友哪里敲你的头？好奇妙。趣事就是我在街上对暗号都是小孩来着，发现我周围都会对的。哦，那你对我什么暗号？爱你孤身走暗巷。爱你不会的模样。哎，就是最最热情的在这附近。对对。圆圆，圆哥。你一般做几个土味视频，会讲一次你一个帅？这也不知道看心情吧。我觉得这个土味视频也是帅的视频。哎，真的吗？那个 l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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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w哦，黑嫂，黑嫂，low low， 我说一个，你切一个，五六七，正常。
老老老要跑，绝对是刀，那是绝，毛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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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少年，少年，真的是动的是狙。好好好。可以分享一下今天的歌单吗？左搂右抱。好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学会了就是夸别人，但是不想夸别人。就微笑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学会了很多很多东北话。哦。耶。哈喇子。怎么了？你跟我们学，你跟他们学去了啊？啊，就跟你学了，也学了很多，但我就听不懂。我学听不懂是不是？你支持我的第一个老师。听懂了。你是最棒的，对。哈喇子还有什么片片了？我觉得大家都很适合，但是，但是我很想让徐志胜哥来跟我们昨晚上上台，他特别适合。那你想要跟谁去参加下一场吗？我觉得，我们十一个人都去。对，哎，好，来拉黑吧，拉黑，来拉黑，特别官方。想当哥哥吗？没事，我当弟弟挺好的。对，就是挺好的，就是大家给我饭吃就好了。优酷也来了。喂喂喂喂喂。按脚和正面以后。按脚的时候。哇、哦！哎呦呦呦呦，有点烫啊、哦！哎，不行不行，姐姐姐姐姐。按脚和正骨哪个？按脚痛。大家说你唱抒情歌很好听，最近有开抒情歌的计划吗？最近有开抒情歌计划，哎，还真可能会有。有人说，天刚要黑的时候，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，它的名字叫做黄昏晓。风吹呀吹，吹呀吹，吹在黄昏的空中。我飘呀飘，飘呀飘，飘不进你的心中。那我们现在清唱一下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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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酋长来了，我直接隐身，我
真的会隐身的、哦，你是吗？隐身一个，隐身一个，三二一，啊，林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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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在了，我不在了，太回来了，他是哪个？哎，你们会做这种特效吗？博劳斯，俺不会，抱歉了。哦，我会，我还会帮助。真的吗？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我忍呢。过了就尬了。我吗？我酋长，如果我要跟他是个人技的话，我可以四段。对，我会教他绑绳子，我会教他就是做一些我们现代都市里的技能。哇，好实用，不愧是最手难得的人。你兄弟们，给你们展示一波极限的反杀酋长啊！你加油，兄弟，加油！我要看你干什么。反杀酋长，酋长不委屈哦。反杀酋长，我都。我应该给他表演的是自信。对，别人就不会被。我会给他们看我的眉毛，因为我的眉毛可以 wave。他会把你的眉毛。你的眉毛不是很浓吗？酋长冷的时候，你把你的眉毛。啊，对，我会剪我的眉毛，给他们做衣服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、可以啊。你知道有道菜就是把他们。啊啊啊！下一个。蹦迪耶！没有，我吃了。OK。他会蒙。我。教他打我。我教酋长怎么长个儿。教我好吗？教我好吗？都可以。开班吧。我要给他表演啊！我可以给他看看，就是他可能他见过张的最大的嘴巴。哎，张家元可以吗？对呀、啊，他推推全是我，你试一下。所以成功。那我现在没经验，应该能推起来。你要不要用我的手？我不一定啊，我不一定。太卫生了。我张一下就知道了。啊！哇！我没看到。哎，他是不是可以把手放到嘴巴里？不是你的手，一些 meme 什么的。可以自己跟我手放。用一种夏天的水果形容成员是什么？西瓜。那个。夏天的水果。是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挑几个吧，挑几个吧。我知道。烤肉。就是烤肉。哎，你俩是猕猴桃应该。没有的。不，我觉得米娅是个椰子。为什么？你看这都像那种没有开壳的椰子。我觉得我们十一个人都像一个百香果，因为所有水果的味道都在一个水果里。哇！野花队长，我上一秒说这个被你提前说了。不可以哦，不可以，秘密，全部都在说，涉及个人隐私。是的，个人隐私，我知道，百香果，因为百香果里面聚集了我们所有人的香味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不好笑。宿舍官方语言吗？是普通话还是东北话？一二三，普通话。东北话。重庆话可以吗？好贼哦，好贼哦，也很标准。好贼哦，东北话也很标准。好贼哦。对对对，上次不也在说吗？然后上海在说，上海在说。啊，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傻？啊，土鲁皮。秃噜皮，秃噜皮，对，秃噜皮。我以为他意思是 cartoon， 秃噜皮，不是吧？他是那个膝盖，郭德纲，秃噜皮的。现在来说东北话，真正的东北话是土豆盖，真正的东北话是土豆盖。这是吗？哎呀妈呀，这是百香果，因为百香果里面就是。啊，是不是西瓜？米卡，两个人分一个，那一团中的真瓜。真瓜。真瓜就是英图晚的团综到了十一个人，真不真这个瓜？真瓜，我来说一个，我们传递一下瓜，轮流说，不是轮流，你先说，要捧着瓜，我说瓜，捧着瓜 ，OK， 韩国游戏，我们立马再出，对。真的好笑啊！耶耶耶耶！
太好笑了，你把自己有点有、okay. 有白天有晚上。哇耶，也是也是，哎，你拿着瓜说吧。你好认真。有个大骗子。哦上来就扯头花，扯头发，扯头花，意思就是一上来就是内斗。你忘了一上来就。有的时候过程会特别尴尬。好，我再加一个。可是你会享受在其中的吗？真的不好。Into One真的不好笑。哎，不好笑。这是一个 fact。我拿着瓜说，拿着瓜说。我的是虫子，虫子真的，说的哎，虫子，你没剪进去，不是假瓜了。来，我想不到，有点像，有点不太，要压压，说 AK， 有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非常厉害的东西，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。哦，耶，哇，真的，我要把那个拿出去。到底谁是真瓜主？大家看星空湾里验证吧。我也完成了，我也完成了，应该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你完成任务了吗？对了，你看，给我救命啊！Mike， 大哥 ，Mike， 我唱哪首歌？对对对，那首歌，你唱的每一首我都喜欢。每一首，对，那个专辑里的，就是 Take One， 你喜欢的专辑里的歌。轻轻澎湃的歌怎么唱？啊，可以唱这个吗？啊，也可以。I can feel my。I can feel my body flying out with no wings. I can feel my vision dancing with the magic on the moon. Ooh. Dancing Ooh. on the moon. Mm-hmm. Yeah. 好听，小光姐，好听，好听。完成吗？啊，刚刚你完成了吗？是不是没完成？队长，你要干嘛？喵。喵，我说三次喵，我喊住喊住，喵喵喵喵，大家喊住的时候，我说喵喵喵喵喵，喊多次，完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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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刚才用我的局，手指，手指挑。哦，啊，一上来就扯头花，扯头发，扯头花，意思就是一上来就内斗。你忘了上来有的过有的时候过程会特别尴尬。好，我再加一个。可是你会选择在其中吗？真的不好笑。Into One真的不好笑。哎，不好笑。这是一个 fact。我拿着瓜说，拿着瓜说。我的是虫子。虫子真的。说哎，虫子。跳舞。跳舞。哇，这跳。好容易他们的首位次。我是个三秒弹舌，哦，真的，真的是那个，对，真的是弹舌，就，啊，真的，我们猜到了那个，啊，真的，哇，第一次不确定我完成了没，所以我都跟你是吧？但是我就抱你在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然后你好像也，啊，是吗？可以啊，等一下。我们被毒龙斯和张家园拆穿的小姐，算不算完成任务呢？删除。厉害！你的任务完成了吗？完成了，干嘛？你先说吧。你说我的任务，你要说我的任务。不是，你先说。你说说我的任务，我想听。你先说吧，说了要按顺序，按顺序说。要不了，站出来。先说。没猜出来。我不会。我的任务就是点穿别人的任务，但是要对镜头比这个。我表示我知道。他的任务。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真的，你那个太拉胯了，大哥。说三次天生就要飞。
你真的太就是太，因为他强调了三次，你有好多个机会说这个，没事啊、你偏偏挑了一个特别明显的。对啊，没事。本来我还不确定他们弹舌的啊什么的，对对对，反正我完成了。你完成了吗？我完成了，我是左手画圆，右手画。哎，左手画方，右手画圆，画三次。你什么时候画的？什么时候呀？他们叫的时候我画了。等一下，但你刚刚没有没有完成的。你什么不知道呀、啊？不，我没看见。他一直乱转。没有，他一直这样啊。然后我就这样。你们看到了吧？真的。你们都没看到。交给你们的。哎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张家元儿就在周克宇面前完成任务。我真的有两个。我要两个，什么杯酒才能举到两个？我六个。其实我们刘宇、盼盼还有周柯宇，你们三个任务是一样的。啊，还有你，还有你，不是这个吗？因为就是我们要三十数啊，精神就要飞，然后就那个害怕，对，就每个人对吧？我忘了他，我忘了周柯宇，我以为没有他。虽然今天任务你也不知道有我是吧？是只有尹浩宇一个人完成。也没有，我可以穿来。不是这个吗？不是。啊！你只有是这个。那不是他的拍吧？哎呀！任务相同的三个人中，两个人完成了任务。我也虽然揭穿尹浩宇，但揭穿任务信息不完整。尹浩宇与刘宇、周柯宇对上暗号并击掌，所以任务成功。另一位任务成功的是刘宇，因为他是天使。天使 boss。任务的结果只有一个成功。我的任务比较复杂，他忘了，我以为那个真的很复杂，真的。哎，你是我的那个卡片呢？你的任务是没有任务卡，复杂，复杂，没事，你笑了，自己想一个，我就说你自己完成了。我的任务是，我要计算56526266乘以4，然后告诉大家。我最开始试了心算，我算到一半实在是不行，就是位数太多。26104244。因为
个 AK 有这个工作的原因，他可能要先去拍摄一段时间，所以说接下来我由我们自己来录制。好，我们再合唱一遍那个青春叫飞就结束吧。好吧，对，那个强风吹吧，那个就是奥运强风。跳不起来。蹲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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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下。强风吹吧，强风吹吧，我脸颊。强风吹吧，划破脸颊。然后盛开的晚霞染一场烟花，暴雨在下，身后接近你吧，星星点点的狂欢，羽毛般的铠甲。